今日星期日，日啊礼拜天啊，我就来讲礼拜啊，初初不开啊，哦，管制力呐，来回都唔能够去啊，出街来讲啊，还讲边个出到去边个捉到啊，边警察捉到啦，我就来讲边马达捉到的话啊，就爱捉去罚款哦，啊一千元哦，每日哦。很用给我们用买嘞，有查实那样查实那样，有没那样没那样咯，应该哈，因为没试过啊，唔知确实一千元那样哦哈。很用得闲的，唔知了咩好，来 Facebook 看下咯，看有乜嘅八卦新闻啊，睇过来八卦下个，谈谈天咯，说说心啊哈。Facebook 我老冇太好睇咯。那个一买一哦，哦，看那张好，好买了呀。哦，那个网友他们都吃包用啊，唔知几来渊源啊。怎么结讲好多台湾的东西，可能呢来自台湾啊。但你看来啊，我就睇埋呢位咧，在网上都会看到好多台湾的网友过来啊。还有我发觉好多少我这里因为在我的突袭方面啊记录方面啊我发现到啊我的频道啦有 10% 是来自台湾嘛所以啊很有点咯我就觉得很有咯因为 Cuba 啊纯粹是我的网友都是枪在太麻烦哦，可以讲咧90%到啊，90%以上啊，看来咧发觉到好多变通，有啲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了哦，唔知乜问题啦，你哋我都话唔知啦，我只系你哋喺度望到上咧一事啊，而我就冇买管咧，又冇买清楚，不过同时我就看到那边，我就顺便讲下咯。台媒说啦，蛮多台媒说咧，应该即系台湾呢啲新闻媒介啊、新闻团体啊、新闻咧广播啊，或者啊视频啊，或者频道就好啦。台湾目前咧喺新冠疫情，蛮多新冠疫情咧，讲长啲比较容易明白哦。你计系要命啲。为四年的新冠肺炎病毒啊疫情控制最成功的地方，我给自己讲，你在台湾呢就能够控制，能够打喊，能够管得听那个疫情呢发展阻拦，同埋两面去理到也好好哈。截至26日啦，到那个日子啦。全台累积报告啊，将有252人确诊了哈。这真心得到病的人呢，全台湾来讲啦，只有252人，非常的少哈。在世界上啊，这数目是最少最小的了，应该有人讲了哈。奇怪了，买东西奇怪嘞，美国啦，为何没有标准台湾？怎么美国一十？忙个讲下台湾的事嗬，又忙个拿台湾来讲，诶，其实表现最好一阵，几日嘅更啊就应该一磨啊磨翻生啊，我点解学插啦，从而学齐，或者我从而将其啊啲讲前招啊，长久而两面搞啊条呢样啊样啊嗬，磨批人到台湾去见学插咩？做咩忙人家？美嘅艾莎啊，或者全世界艾莎？都忙紧来向台湾学习，又忙紧来每日啊两名两名两名，因为佢干得暗号啊，理得暗号啊，哦，所以好奇怪咯，所以奇怪了哦。所以呢边嚟讲咧，我就看一看啊网友们嘅评价系乜呀？诶，你嘅来集 very good 哦，你 very good， 我就唔明白嘅意思讲乜哦。我就讲呢集贴。有你的 post 啊，讲得好好，我就问得好好。然后我只要底部嘅评论啊，
网友所讲的东西，讲到好好怕好 good， 这个好很棒哦吼。好啦，我就打开一个 comments 啊，看下子吼。comments view various comments， 双排位很有啊，看到双排人讲的嘛爱好，再落来落来双到来嘛，很有很有很有，希望没太多太多都讲不了很多了吼。好了没？好了，到了了个。去了，吴仪讲佢家中人望来台湾去见，喺啲唐三厂去试见那边，而去了佢拉起去了，拉了一本台湾烟嘅新件，叫我佢拉本台湾烟嘅新件哇，系咩新耶稣，系咩新件咧买，系跌得好，好似一本书店嘛，哎呀。好像有点问题不明白啊，就去沿那个书店来看啊，或者又对着那个书店开始吐那个盐啊，婆婆摸摸佛佛那些嘛，就不是说来的咯，婆婆摸摸跟那张网友啊汉语拼音啊，还看那个新经啊，应该是婆婆摸摸啦，哎，你就人有回答了，看那回答蛮好，哈哈哈哈，你讲的好啱，先见啦，变咗佢一半了，你就笑到眼水都出咯。今日你就要讲乜咧？仲未醒嘛？仲问衰相咩？他们从来唔当系咪？点解嘅人从来唔爱当，唔爱当嘢就喺讲真话嘅？检药当然就喺后边嚟嘅，而个嘢你会忙够分到你仲咁偏，佢就入唔够上线咧。我讲然后吃慢吃熬啊嘛，然后就喺埋爱我，佢讲嘅东西你就爱听啦，然后就讲嘅东西，哼，然后就够添啦咧，冇查太跑啦嘅意思嗬，系咪咁讲？我喺人介绍啦嗬，以我嘅经验嘛，应该系人用用啦嗬，一个嘢要。啊，经过九面的经过的话呢，唔管而搞搞艺啦嗬，只有主角最放心你，嘛意思呢？只有主角最放心你，叫最只有主角牙嘅主角牙嘅一只脚架啦，会放在心胸呢？做咩呢？唔钱我，而叫我有时候难介嘅神袋故仔嗬。我理解，方回嘅就看下系每年咁样讲就，未有先接吗？冇咩？忙紧痛啲嘅咩？台湾天气嘅苏金厂，每日送十万号粥去拍米嘅组织嘅马屁，应该会获得铁人菩提，放心吧。哎呀，你嘅吐到两轮就明白啊！佢讲台湾有阵人用每日送十几万嘅后洲去啊，应该美剧阿 V 会好高兴，会好买啊，冇理由啊，我就问小豆系嘛，小豆佢梗系会带只床头听翻嚟同佢讲 thank you 咁样啊，今天我就应该系问小豆啦嗬，爸爸没想你额头叫。哎呀，阿爸都买来问，因为你儿娘家也有买的病人，不是很安全。哎呦，你个好难读，也好难看，哎，用什么念不念啦？这个，哎呀，讲爱偏啥呀？又偏读，哎，你们敢去问，也唔敢去看啦，又讲。叫你啊到了还没人说啊，没好安全的啦，你既然你说你可以搞得听，做什么你要行有偏图，所以你说的东西我都不想学啊，是吗？台湾政客其实和泰马一样，一些政客一样，不知羞耻，自吹自擂，哈哈哈哈。如果台湾那边杀跟泰马的那边杀的金客啊，专门搞金丝的人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啦，不知道的啦，
起个相公起个六面板来六面亮六面板来六面亮哦，哎，糖的很多啦，你就要讲买哩，组织很有向卢浦赞美的，一般上头家都好少讲伙计讲，我你叻啊，你今天办那个嘛，你做人还没爱咯，你做人还没识咯，你送人还没接咯，你又讲你办那个啦，有没有赞美啊？有呢个人喺人讲啊，吹牛第一，欺骗第一，茶太婆都第一啦，呃人就第一啊，哦，做茶太婆第一。压人啲而家拉屎嘅啲啦，哦唔抵潮嘅啲啦，哦挖屎都没有痰嘅啲啦，哦咩皮盘盘嘅啲啦，仲要买啲嘢冇，应该系很多了嗬。烂泥小屁孩，哇！你个小屁孩啊，台湾人比较中意讲啊，小屁孩。用大屁的小咁长作父嗰啲都记者讲啦话，不过你平时我就在泰马那边熟咧，好少人讲到小屁孩哦，只讲屌机仔，哦唔啲东西屌机仔，小屁孩，民族语言论只有你个家嘿系咪？智商缩辣啲，文创缩辣啲咪？今天五米浓啊！你个缩辣，缩辣，我就系要另外个意思啊！今天五米浓，希望网友多多原谅我，搞我一下缩辣系咪啊？我就系就代表名词啊，能明白？就是李光耀啊，李光耀，李光耀应该是系了了系嘛？那就唔知啊，因为我冇去关注人家嘅国家态势嘅嗬。一旦让不信息的人装进，结果就完了。哦，既然讲话做只头啊，做只首相也好，总统也好，做只头家也好，做只总裁也好，做人家阿爸也好，系个五千四啊，呃神骗鬼一只啊！撞拳的话，边啲人用嚟炸 fit 的话咧，结果就赢了，人用假就个卡就完全完了，佢所执的东西就完全完了，所做任何样东西都完了，唔属于看住了，完全冇得好叫了，因为面皮太薄了，你讲乜嘢咯？哦，佢讲台湾。做咩面皮要薄咧？唔敢问嘅嘛，面皮本同薄要问粉皮。台湾不要高兴得太早，你冇在嘻嘻呵呵。鬼佬有句话讲，看乜人笑到最后啊？疫情过后，看大陆怎样收拾他。哦，又讲到大陆去了。台湾同泰国又来讲嘛，哎呦，反正我哋暂时唔好讲其他啲，在咁文书上来讲啊，只讲啊，台湾啊，你妈十分高兴啊，你冇得意洋洋啊，过后过后遇到敌视啊，系咪咁讲？应该系嗬，可能书记要查批，不可信。哎呀，啲书目师嘛，亦系要讲下啲事啊，叫做卖面。一下又讲刘宇要给他全员中票，一下又讲啊确诊人数几多几多，有时啊啲数目师都唔知怎样嚟加，有时有啲真真啲又要攞手加，有时加加啲有啲真不可信啊，唔能够信很多啊，哦，是啊，台湾这么厉害的话，就应该多派啲医务人员同专家去美国支援咯。哎，老娘要一东西顾得安好，样样东西都安靓安精明，咪派啲人去做啦，派啲人去帮啊人家啦，特佢讲咗嘛，哎，安靓哦，安靓咪出意啊，帮人啊，做边个看啊，哦，啱冇？为什么不去？做咩咪？用美国的疫情严重，可能美国疫情严重，
台湾应该付出后台的资源嘛，你晓用一帮人唱在讲啊，还没晓人家忙的耶，得个讲哦，出去帮下看，出去抓看，付出的职责，付出的经验，听讲嘛，系啊，最会作假的莫为天，没有公信力的伪政府，千奇百怪的医学专家，怎么信得过？哎呀，你就讲个东西，真合矮呀！有咩讲呢？其中赞助的假新闻呢？啊，媒体搬上去新闻哦，叫搬条嘅报纸啊，见到媒体好多嘅天子啊、太书记啊、嗬、总网啊、嗬、互联网各方面咧，取来取去嗬，没有公信力。咁全世界都忙紧演员嚟讲嘅东西啊，可以谈哦。公信力都上唔上先而啊？啲伪政府，你系政府而讲嘅政府，但又唔咩政府嘅，而讲起啫嘛，假嘅政府哦，千奇百怪啲医学专家，哇，讲到好多两名医学，有两名本来，而且有两名小样样独立过年咧，太白哦，千奇百怪啊！真信得过银用两名律师，喺攞取检验银用呢种十分多的自信，银用咧我都讲辞退你嗬，然而看到几千几百条银用信息嗬，懂啲呢啲系真，有啲呢啲系假，对我哋来讲啊，真系好难去选择嗬，谈下就好了，看下就好了，嗬。我拿来信呢，除非自家亲身经历过，除非自家真系有咁样嘅知识同见识嘅话咧，我就咁嚟讲咯，好，谈下就好啦，好，望落嘅东西，莫心太多，先收收啦，用自家去体验啦，好，好啦，就讲到 Larry 啊，人家评论就来到 Larry 啦，再讲落去也冇几多个呀，好。好，下次你还去收摊，吃吃了。